王小妹，又是你，甄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看看李啊，顺便看看羊。甄大哥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甄大哥，我又把羊弄丢了。我太难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今天早上去看羊的时候，门也是开着的，羊也不在了。我怀疑我哥是不是又把他给卖了。那应该不会，你哥今天不是到我那儿去上班吗？我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。那这样你先别着急，我打个电话问一下。也曾倔强脆弱，依然执着，相信花开以后。喂喂，小王。哎，张总，那个今天老虎过来报道没有？老虎吗？哦，今天没有来。好好好，今天就先这样。猫小妹，别担心，是不是羊跑到很高的地方去了？要不我们再去找一下吧。好好，走，我们快走。猫小妹，你怎么了？相信我那理智，我感觉你都快哭了。没事的，这个羊也不一定是你哥拿去卖了呀，我们经常去看一看吧，凡事都要往好处想。走吧。大哥，你看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门是这样开着的，我找了这一大片的门。你是从这条路上去的吗？对。那这边还有一条路，我们走这边吧。走吧。你小心点，穆小妹。哥，你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又把羊给卖了。没有，我放在这边的。那既然事情都搞清楚了，我们就先回去吧，在下雨。走吧。哥，你把羊放到哪里去了？我今天晚上好赶回来。那边六十公里。哎，哥，郑大哥不是给你找了一份工作吗？你怎么没有去？哎，对了，老虎，你今天不是应该去报道吗？怎么没去啊？没有，我看我妹妹这一段时间太辛苦了，我想着我把羊给她赶上去了，我们下午去办报道了。这样啊，那等会儿你跟我车一起走吧。